算沼泽吗？树全部长在河里面。我们今天呢是去北卡的路上，现在是停在一个 Mississippi 的一个小城市吧。最近很奇怪的是，吃的这种海鲜呢，进去以后发现老板都是中国人，连这种小城市竟然是中国人开的餐厅，非常好。这顿饭吃起来别有一番心趣。他们俩也很忙，吃完饭旁边来了一群小朋友，玩得特别开心。哦天哪，哦天哪，超熟练，男生女生都在爬树。看一下，代表来过就好了，拜拜咯，接着往前走。瞧瞧，我们带了两只狗，他们家有、这个学霸家庭给我们做的晚餐。哇 ，This is from a professional chef。第二天了，出去遛个狗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好漂亮。爬上来这么不容易，这么快下去了。哎呀，瞧瞧他们的红叶。他的这个副摄影师他们对着地上拍，绿豆小伙子，哈哈，开心的你，啊哈 good boy。I know he is strong. Jasmine jumps up and kisses my nose. Wow. What? Look, this is a tsunami. It's gonna kill us. 看那个天空。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tsunami? A tsunami is like a wave. That have red leaves are really can speckle among the cerulean colored sky and white clouds. 哎呀，让我们的小学霸解释一下什么叫 tsunami， 用中文解释能解释出来吗？是如果你就是那个天那个颜色。讲完了吗？好突然。阿姨还是没听懂是啥。是有海，还有是成十倍很大的海浪。海浪很大，像那样。还有这个白色的东西 the foam. Yeah, the foam from 那个 salt. I don't know. 盐、yeah. 哇，你们两个人加起来的中文都不够用的。整个感觉有点像在瑞士漫步的感觉。看看这片蓝天，
原来他亲妈问他，他就会回答。下面一句，妈妈。我们在一个离他们家开车过来三个多小时的地方，这个小城市叫 Ashville。 我们现在是在市中心。瞧瞧这黄黄的叶子，好美啊，秋天的美只有在东部才能充分的体现。听着很好听，不知道是乐队还是放的音乐，找找看，到前面去。今天吃的是比较西式一点，对大孩子。现在是晚上六点多钟了吧，我们到了那个 Knoxville。 小黑呢租了一个小小的 Airbnb， 过着这边的一个什么农家乐的生活。满地的叶子，朋友还没到，我们跟那个 Bonnie 家是一起来玩的。这个小房子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，你去看一下吧。